不要这么怼脸拍了，我扛不住的。我拍当然扛得住了。我扛不住啊。你看。I hope I find you happy in love. I just wanted you to stay in love. 看我这个曲解。不要这么怼脸拍了，我扛不住的。Love, love, love, love.我的衣服怎么看不出来这个造型？这个裙子确实传言，看一眼，别说了，有种在拍偶像剧的感觉。能不能偷吃一点？真的很好玩嘞，好玩吧？哇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好想吃呀！这要干嘛？给我吃啊！给我吃啊！别吃了，一共就这么点。你不吃我都不好意思吃了，我也想吃一个。一共就这么点芋泥酥，我们还吃。我需要两个长方形的东西，你知道前台有哪些？彩蛋，小一点的啦。什么长方形的？就是大概这么大的东西，这么大的东西。这是干嘛？你这是在干嘛？你这是在干嘛？我的口香糖。哎，你说的有道理哦。我说你真是个天才啊。我是不是比你想象中的聪明？我想象中你就很聪明。你比我想象中更聪明。OK。你觉得你是一个帅哥吗？一般吧。一般是几分啊？六分。六分，哦，有比五分多一分呀、啊！怎么我还给高了是吧？给自己。那我呢？我是几分啊？满分是多少分？十分。两分，两分，两分。哦，我等着被打了你，等着被打了你。你六分，我两分。那你自己打分呢？我当然十分满分了，这还要说？我跟你说，我有个更聪明的，你看这儿，从头到尾都在拍，给我打两分，你等着被打了你。